我们看例题二，他说一个游标尺哈，竹尺哈，19 mm， 这竹尺等于户尺20个，哦，这标20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竹尺哈，一格是吧？一格是1 mm 嘛，那户尺的话哈，一格多少呢？这是20/19 mm， 如果这个都是一呢？好，现在他说哈，龟苓石哈，户尺的第一个刻度与竹尺呢零重叠，哦，户尺的第一个刻度哈跟竹尺零重叠，也就是说这游标尺它是凹进去的，哦，就是说这个一这刻度的话哈。跑到这里来了，所以呢，户尺哈，对那个竹尺它是凹进去的，也就是它是凹进去的，它没有什么，它把这个户尺跟竹尺并在一起的时候哈，结果呢，这个它的零点哈，竟然跑到呢那个竹尺哈，它刻度的什么呢？那个左端来，哦，这是户尺的零的刻度。所以它是凹进去的，哦，等于是这用太久了哈，这是歪起的，哦，这游标尺歪起，歪起的时候，现在的话，它户尺的第一个刻度哈，对准了这个竹尺的零刻度。好，现在他说，金测一物哈，直径花线呢竹尺的4公分，哦，竹尺的4公分的地方。与户尺的第16格，哦，户尺的第16格哈，重叠，则该物直径为若干。该物直径的它读数哈，应该是这个，这是它读数，它是4公分哈，扣掉了这个，哦，这是刻度零，扣掉这个，这16呢乘以多少？乘以那个户尺一个刻度是20/19，好，20/19，它的单位当然是 mm 了，啊，4公分就是40 mm， 我的40 mm， 这样子，那这4×20=44，那这样多少？这个是5×20。200哈，减掉多少？19×4，49×36=3，7×76，42，这是多少呢？5/124 mm， 这多少呢？就是那个5×10，哦，124除5。5×10，5×10，5×8=40，所以是24.8 mm。啊，现在问题是说哈，这是它的读数了，但是问题是哈，有微体嘛，微体多少呢？一个刻度是20/9，20/19，所以要怎么补回来？所以它实际的宽度多少？就它那个物体实际的厚度哈，是这个读数哈，它再加个，这只是它的读数。啊，因为这样，这游标尺微体嘛，所以的话，你读出来的那个厚度比较小，要把这个误差再把它加回去。加回去的话，这个这是19的话哈，20.92/18嘛，2×10，哦，加0.95，所以是24.8，再加0.9，24.8，加0.9，5×17=5，所以是25.75。25.75 mm。